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光临史坦威花园音乐厅观看肖烨女士的硕士毕业音乐会。首先请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音乐会的表演者。肖烨本科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声乐表演专业，201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奥城大学万达 L 巴斯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剧表演方向硕士研究生，曾师从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颖杰、中国著名声乐教育家马秋华、中国女青年歌唱家徐红霞，原百老汇导演、制作人、巴斯音乐学院音乐剧系主任 Harding David、美国爵士乐演唱者 Lauren Kinnan 以及美国电影明星 Michael Thomas 等多位中外名师。肖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曾获得新加坡国际声乐大奖金奖、欧洲茨尔茨堡国际声乐大赛金奖等。今晚是肖烨女士的独唱音乐会，同时也是一场毕业考试，将以中美同步直播的方式进行。在音乐会进行中，请各位观众不要鼓掌和献花，同时请大家将手机调成静音状态，以保证直播现场的顺畅进行。今晚担任音乐会钢琴指导的是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王琛琛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艺术家上场。Oh,
看就坐。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两位艺术家返场。接下来，音乐会的第二部分，肖玉女士为我们带来三首作品。Bring on the man, I give my life for you. 他究竟是谁？特邀演唱嘉宾刘帆，请欣赏。Girl.
息20分钟，请大家稍作休息之后，音乐会继续进行。各位来宾，接下来我们的音乐会继续进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有请今晚的表演嘉宾。一句其实。
会稍作休息，三分钟后将继续进行。下面音乐会第四部分，萧逸女士为我们带来三首作品 Maybe I Like It This Way Not For The Life Of Me Ich Gehe Nur Mir 请欣赏。I know you
the bridge, back the store, baby, call me home one more. Not for the life of me. Break the close my bell, tell my time I have to tell. Not for the life of me. Some song.